他现在。其他的原因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王先生25岁，来自山东，活动策划；女嘉宾乔女士22岁，来自山东，活动执行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。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哈，最后你扣那顶帽子叫三观不正，所以想分手。您是想分手的对吧？是。他哪三观不正？说说吧。就最近的一件事儿，前几天我翻了他的手机，发现他跟女生的聊天记录特别暧昧。啊。他给我的解释是，这是工作上的朋友，需要彼此了解，然后建立感情，才可以好好的做这个工作。啊。但是他们谈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，谈到了彼此的生活，还有每天要做的事情，每天两个人做了什么都相互说。以及这个女生受到了什么委屈都告诉她，向她诉苦，她也每天细心的安慰人家，是吧？没有，其实那都是工作关系，因为我是活动执行、活动策划嘛，然后他们就是些礼仪啊、模特儿，因为我经常要带他们出去出活动嘛，然后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分歧啊，有些位置不好啊、费用问题啊，怎么怎么样，我是这中间带头的，然后跟他们处理好关系，以后有经常有活动嘛，也好搞好关系嘛，都是工作关系。我跟他解释过很多遍，但是，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儿，也跟我经常吵架。那如果说像他这样说的，只是工作的关系，因为工作里边有这些困难，要彼此来了解一下，我的确能理解。那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生活琐事明明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，就是暧昧的聊天，能解释吗？我这人吧，就是比较活那种的。他们跟我说一些生活上的事儿，我肯定得礼貌人回人家，因为以后的活动嘛，还要抬头不见低头见嘛，所以说跟我说说话，我就会礼貌型的说啊，很加油，很棒，怎么怎么样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就觉得我跟人走得太近了，聊得太多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其实，在你身边也是围绕了很多的异性，是吧？是，你是要起到一个平衡这些异性的一个桥梁。按你的说法，这是你的工作需要，对吧？算是吧，算是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这儿，就当他的一种解释啊。他对你其他方面好吗？他其你小片里说也没什么安全感，这个是指什么呢？就拿这一个事情来说，那我也不是不通情理，你实在工作需要，那我也应该体谅你，谅解你。后来我这个气要消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让他过去吧。最后他却补刀给我来了一句：“其实男人都这样。”我当时一听，我就根本忍不了了。这不是就是渣男的话吗？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男人出轨都是必然的。不是你坐实了他出轨了吗？先说第一个问题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听到其他的，你就给扣那么大的帽子。你再说说你们生活里的其他事儿吗，姑娘？而且他平时也没有担当啊，没担当。我们两个这个工作性质其实是有些是可以相互对接、可以联系的啊。有时候我的一些客户，他可以对接的方面，我可以把这客户适当也会介绍给他。你是活动执行对吧？对。然后有一次，我这边有一个客户和他认识，有一个饭局，然后这个客户却私下联系我说，只要这个酒局我去了，就把这个活动给我。那我这一个女生，我肯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不怀好意一样，我心里肯定是害怕。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，我告诉他，这个客户吧是个大客户，因为很多商演吧都是要经着他的那个批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就是吃个饭。